冠心病被稱為隱形殺手，市民可以點樣提高到警覺呢？一起聽下陳醫生點講。冠心病是由於動脈粥樣硬化引致膽固醇阻塞血管引起一種疾病嚟嘅，咁佢嘅過程咧係漫長，咁所以咧有好長嘅時間咧可以係病人完全感覺唔到嘅。咁但係如果到有徵象出現嘅話，例如胸口翳痛啊、體力下降咧，咁我哋當然要及早去揾醫生去診治去評估啦。咁但係如果未到呢個階段嘅話咧，我哋可以依賴一啲檢查，例如運動心電圖啊、電腦掃描啊，或者核磁掃描等等，去知道自己的心臟有沒有問題。那觀眾就要自己留意一下有沒有以上的病徵，提高警覺了。以上資訊由醫生心中有你提供，詳情請登入以下網址。